请您欣赏相声《天下无贼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王文林。您这个比他那可亮多了。对，大伙儿爱听相声啊，我们也爱说相声，那是多有意思啊！俩人站这儿，嗯、啊，一说一逗，哎，天文地理无所不包，哎，要不怎么说说相声就是杂货铺，什么都得知道点，要什么有什么，那是。这是我们的老先生，哎，谈不上，王文林王先生，是我相声界的一杆大旗呀！哟，谈那可不敢当，了不起的人物，不行不行。提您呢，有的人还不太清楚，不了解。要提您的父亲，那没有不知道的。他爸爸这人呢，我父亲大伙儿知道，你就别摇头晃脑了。不摇头晃脑啊！王长友王先生，那是我父亲，相声公司。哎，知道的多，相声仓库，哎，没有人家不知道的，年头多呀。跟老先生一提啊，王长友知道，对，老先生啊，老前辈，哎，肚腩宽敞，是啊，嗯，了不起呀、啊，嗯，可惜呀、啊，啊，去世的太早了，是，要是留到现在啊，相声界的财富是。很遗憾啊，我们没见过啊，没赶上，对，是不是？那阵王先生也是只是见最后一面，是老王先生在急救室里正在抢救呢啊，小王先生从外地赶回来，我捋眼去了，都快急哭了，那是给打了电话，赶紧回来，老爷子不行了，瞧瞧，风驰电掣赶到这儿不让进。都拦着，别进别进别进，亲戚们都跟门口隔着大玻璃一瞧，老爷子跟里边呢，一帮大夫正抢救呢，插管子的，打针的，是吧，各种仪器来，不知是什么啊，正弄着呢，什么叫弄着呢，正抢救呢，哦，王先生趴着玻璃啊，我就别探脖了，看呢啊，看你爸爸呀，心里难过，拍玻璃，我瞧瞧，父子连心。说来也奇怪，嗯，他们老爷子本来都昏迷不醒了，嗯，猛然间睁开眼了，一眼瞧见玻璃外边自个儿那亲生儿子。让他进来，大夫一瞧，进来吧，让咱咱得见我呀，亲儿子守在跟前儿，保不齐对抢救病人能起些个作用，哎，有时候心情是开开门进来了，嗯，一下趴在床前，哎呦，我的亲爹，你怎么样啊，老头这会儿不好，眼往上翻，实在受不了了，眼泪都快下来了，爸爸您有什么遗言您快留下吧，比划说不出话，要写，嗯，拿过纸拿过笔给写，刚写了一行字儿，人就完了，王文林抓着这张纸是泪如涌泉呐，哎呀，这处哭啊，大夫一瞧完了，人死了，放弃治疗吧，开开门，亲属们都进来，大伙儿哭一通，嗯，都哭完了，问，嗯，老爷子是没了，老爷子写的那遗嘱写的是什么呀，打开一瞧，嗯，躲开，你踩我氧气管子了。合着我把我爸爸给杀了，这活到现在啊，对相声界多大的贡献，是合着赖我，是不是说这意思啊，别打意思，说这意思啊，反正您是相声世家，哎，对，而且有学问，哎，那谈不上，很有学问啊，啊，这个称起是吃屎分子啊，什么叫吃屎分子，是我这个舌头不利索，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，对，老前辈老先生啊，有人说了我有大学文凭啊，这比大学生文化要高，有时候他们也问我，比硕士强，嗯，比博士强，不、哦，您这比院士强，哦，您是烈士，对，我玩完了，不
不是，比什么烈士，比博士、硕士都强，是叫硕士吗？叫不院士，反正挺了不起，科学院院士。但是 啊，挺替您遗憾的。怎么混了这么些年啊，没混成个大腕？这倒是，承认吗？承认，满肚子能耐。继承了他父亲啊，传统相声精华都跟这肚子里边，人家会反正话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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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还有山东二黄啊，行，都会，就这两段啊，就这两段，满肚子都是能耐，嗯，没得过一等奖，是，没拿过金牌，没有。说相声 啊，这些年好几十回相声大赛了啊！你拿过奖吗？没有，都没参加过。完了，去年这一年啊，整个中国相声大赛啊，七八回，去了吗？没有。前些日子山西刀削杯，你去了吗？嗯，没有。你得给一等奖，得给这么大盆啊！你得怎么吃啊？遗憾呢，嗯，说相声你没个一等奖啊，你怎么跟这圈混？也倒是，不过话说回来 啊，这大赛也确实是不好参加，是，尤其是相声大赛没法比，哎，怎么跟举重不一样啊？举六十斤都举六十斤，对，举起来，这个坚持三分钟扔下来，你看人家坚持四年啊，这一等奖就是他的啊啊！你说相声没法比啊啊！你说一报菜名，我说一地理图啊，他说一麦布头。啊，这麦布头跟地理图怎么分好坏？这倒是没法分。对，而且现在来说，比赛仨说相声比完了，后边上一修脚的来，这四个搁一块怎么评好坏？也是没法评。对，二胡比赛这儿都拉着春江花月夜，嗯，四号选手上来把这搁底下，谁是一等奖？木匠。嗯。没法比，是演员有高低贵贱之说啊，相声界大腕啊，说一反正话啊，能挣八万，那是，对不对？对，老先生跟台上说一黄鹤楼46分钟啊，20块钱，他打车来花30，有这瘾，你这没法比，唱歌也是啊啊，唱一歌，大腕歌星唱一歌啊，18万，对。3分钟啊，他挣18万啊，又饶一个，嗯、又挣18万，嚯，挣钱了。嗯，我有人不行啊、嗯，有的唱歌的，一年只有6天的演出机会。嗯，庙会哦，干这6天，初七完了不干了，他没工作。是，还有的实在没辙，也是唱歌唱的不错啊，跑了农村，谁家死人了。唱白事儿去哦，还有干这个的，有这个呀哦，农村啊，死人是很悲伤的事情，是啊，家里花俩钱请几个唱歌的呗啊，在死人头里边啊，跟这儿一首接手的唱哦，拿人钱了、啊、你这个不论手啊，不论手，给你1000块钱 啊，你呀、啊、你唱到8点哦，你唱到12点哦，按点儿说哦，跟这儿一首首唱，嗯，唱的很烦，到最后死人都坐起来了，把话筒抢过来了，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哎呀，反正来说人都是往上走，是不是，对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是这规律啊，都希望自己好，对，说相声都希望自己好啊，都想成腕啊，唱歌的都想成歌星，对，是不是，是，人人都有上进的心，那就好了，没有说我这不打就好好干啊，多的死了算拉倒，那有也不多，反正我没遇见过，嗯，我遇见朋友，嗯，都想往上发展，那是，你就拿王先生来说吧，我王先生家里边亲戚个个要强啊，因为什么呢，嗯，有这门亲戚做样子，哎，王昌有王先生，咱们家亲戚啊，老爷子相声仓库，是，嗯啊，相声界一提王昌有都知道，对，不能给老头丢人，咱们都得努力，哎，好好的干出一番事业来，嗯，他大舅知道吧，那我知道，我妈的哥哥太贵了、嗯、要不是人家聪明了，你看我知道这有聪明啊，你怎么能把他掰扯这么清楚的，他就这么论下来的，他大舅啊，他多要强的人呢 啊，那想当初在清华园上过学知道吗，清华园，清华，对了，我大舅还是修脚的，不是在清华，清华大学，清华大学啊啊，了得起吗啊，后来之后360行让他挑、啊、您能力太大，您宅吧，360行宅来宅去
这个都没意思，不用学问，这都让别人干去了。是我来这捡行吗？我来捡行吗？什么叫捡行？捡行，啊，捡东西那捡，捡行，这也算一职业。对，哦，没事就捡东西。哦，捡，因为这个有时候这个工作还造成误会。怎么造成误会？有一回不就是吗？在公共汽车上啊，捡一钱包让人打一顿。不是好心，好心没好报。不是在人口袋里边了，总也不掉，他实在等不得了，上人包里捡去了。行，那不叫捡，那叫偷。不能这么说啊，不能叫偷。怎么不能叫偷？他这是在人家不知道的情况下啊，把人家这东西偷偷地拿走了。哦，拿走了。因为这个啊，啊，派出所倒是总找他啊，你不能私自拿人东西啊。哦，啊，我知道你人好诙谐，嗯，接了街坊的，啊，你也不对你有什么。手段了啊，你就拘留半个月吧啊，过些日子放出来了。哦，这个行业需要他。哦，他又上班了，又上班了，没事总捡去啊。哦，到后来他这个玩心太大啊，他去捡手枪。哇，他到派出所去捡手枪，被民警发现了，民警也是跟他逗着玩啊，哎，一枪打腿上了，他跟警察也逗着玩。哦，把警察打死了。行，后来判一死刑，按揭五年。你这还按揭？当时没毙，这不就是？那叫缓期执行，按揭干什么？最近看买房子看多了，不叫按揭啊，叫缓期执行。您了不起的人物，还了不起呢？了不起的人物哟，二舅更了不得了啊！二舅很顾家呀，是一过日子人呢啊。走大街上一瞧，嚯，嗯，头里这人戴一海龙的帽子，好，就这帽子啊，王府井那儿卖。23万，哎，这我得着吧。嗯，啊，他带着，万一他上火怎么办呢？他上火，我得着这个吧。嗯，找了一根绳子，嗯，跟自己脑袋这儿这么一系，底下系一带，这干嘛？跟着人家，谁看都纳闷啊，这什么工种啊？就是，弄一绳子压下来，哦，系一带，嗯，人头了走到后边跟着，一伸手愣拿。拿过来啪扣自己脑袋上了，这叫什么事儿？这时候一回头，哎，还没等说话他就说人家，啊，帽子丢了吧，你看我系了个带儿。高人呢，太高了，聪明人呢，嗯，这个智慧是了不起的，那是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公安部门也很对得起他啊，判了27年，有人有纸啊，嗯，三舅更让人钦佩啊，娘家没好人啊，我大哥进去了，在里边住着，嗯，二哥住着啊，我不能不干点什么呀，家里就指着我呢，他怎么办？出去上街啊。走着，哎，瞧见一主啊，穿一双大皮靴子。哦，这大皮靴子，嗯，一瞧就是好的，看出好来了。是，这要是上燕莎买去啊，没4-5千给他下不来。那倒是，靴子挺值钱，嗯，上面戴一个很简单的帽子，和李菁那帽子差不多，哦，100块钱一大关。哦，他看不过眼去，嗯，走到跟前一伸手，砰，把这帽子抓起来，一扬手，歘，给扔到房顶子上去了。干嘛？这时候一回头，哎，你认识我？哎呦！哎呦呀呀呀呀呀呀！认错了哟，我以为是我们那大哥呢。哦，嘿，这怎么回事？对不起啊！啊，对不起，行吗？啊啊！人家帽子一上去了，就是。你就给我弄去。哎呦，这我也够不着啊！这个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就是。你这样，我对不起您啊，这帽子我给您够。啊，你跟前不认识人，也没法借梯子。嗯，你蹲下，我踩你的肩膀，我上去够这帽子。啊！哦，你把我帽子扔上去，你还踩我肩膀，呸，你蹲下，我踩你肩膀，哎，好，这是个办法，这个来来，哦，他蹲下了啊，这时候抬脚就上，嚯，您慢着也好，您这大雪，好家伙，好，这大靴子钉40多钉子，嚯，这我哪受得了啊？是，您把靴子脱了行吗？你光脚踩行吗？啊，这时候真听话啊，光脚就光脚。
把靴子脱了啊，踩着你三舅这肩膀哦，扶着墙走，起起、啊、上上，行，还真听话，来走 啊, 啊，走上上上，晃上到什么程度呢？啊，这主这俩胳膊肘啊啊，搭在房檐上，但还没有够到帽子的时候啊，你三舅低下头一拿这靴子回见了您俩，嗨。把那位搁在这儿了，后来你三舅判了25年呢，是26年，记不太清楚了，也是27，我这俩舅都27，都弄进去了、嗯、都弄进去了，家里剩下你姥爷啊，怎么办呢啊，儿子们都进去了啊，老头很苦恼啊，90岁高龄的人了，能也没人管啊，赶上个好天儿，嗯，出去遛弯吧啊，拄着拐棍出来，嗯啊，戴着那海龙的帽子啊，穿着大皮靴啊，全是脏物，因为当初公家说了啊，这脏物要上交啊，能少判10年，你老爷给偷着藏起来了，把我俩舅舅喝出去了，走着走走不动怎么办呢啊，掏出钥匙来，旁边有辆车捅开啊，坐在里边，这车太小，这是奥拓，又下来了，关上门，嗯，那有辆桑塔纳，嗯，这还挑呢，拧开门上去了，哎，那有辆大奔，嚯，又下来了啊，就把这个开开了，哦，坐着开，嗯，挺好啊，老爷子这钥匙啊，嗯，什么车都能打开，知道吗？万能的。后来啊，就被请到了公安局去谈事儿，哦，嗯，警察也纳闷，嗯，90岁高龄的人了，嗯，啊，你还能出来偷车？为什么这么大岁数还要出来偷车呢？就是跟您说，嗯，我年轻时我没有这么些车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晚年了，我打算给自己创造一点幸福。啊，警察听很高兴嘛，啊，押后去。这个事儿还不少啊，这事儿挺多哦。小偷啊，有的人是饥寒交迫啊，出来偷啊；有的人是贼心不改，哎，非得偷人家才舒服，对，不好。有人有这瘾，有这瘾，嗯，是不是？是，那这事儿挺多啊。大的，你像偷银行的，偷什么的？啊、小的，门口卖烧饼偷人烧饼，这事儿都有。哦，小的也有，偷煎饼啊，偷切糕，哦，这都有。是吗？您早上起来胡同里边啊，摊煎饼果子，正摊着呢啊，来一位啊，我摊一套，哦，摊完了，拿手拖着，嗯，我给您拿钱啊，哎，拿钱啊，等着。钱在这口袋，他非得用这手掏，且麻烦了一套啊，那，嗯，正拿着呢，过来一个一伸手，嘣儿，把这煎饼拿走了，啐了一口。哦，你太讨厌了！你要说吃，我给你一套。就是。你哪能这样的？啊，行行，再摊一套，又摊一套，妥，你别抢了，你有一套了，别别。我拿钱看看，拿钱，好，够不出来，这又拿走了。怎么讨厌你啊？那摊一套，那4个鸡蛋啊。哦，哎，摊完了，来啊，来，哥，来人，嗯，我拿钱，拿钱，又抢走了。呵，我今儿饶不了你。嚯，这打这个，这主拖3套煎饼往前跑，啊，给后边追啊。摊煎饼一琢磨不对呀，啊，你们俩打架不行啊，啊，3套煎饼没给钱呢，就是，还站住啊，追下去了啊，胡同又出来一个，一推这车，这车是我的了，这个，嗨，这个损点，头一个摊煎饼的啊。第二个抢煎饼的，嚯！第三个推车的，啊，这仨人，啊，是堂兄弟，你瞧，他们仨人的父亲分别是你大舅、二舅、三舅，我们辈儿辈儿出这个，家传吗？哦，家传吗？不辱门风，哎呦呵，不辱门风，还不辱门风。但是啊，值得表扬的是王先生这一点非常好。我王先生没怎么偷过东西。那什么叫没怎么偷过东西？啊？根本就没偷过东西，没偷过东西啊！而且教育自己的孩子啊，少上你姥姥家去，是知道吗？嗯，没好人 啊，他们都是坏人，他们偷东西，嗯，你得好好上学，对，以后干一个好的工作，哎，知道吗？嗯，小偷小摸不许做，不要，知道吗？让我知道偷人东西，嗯，我把手给你剁下来，哎，知道吗？平时愿意学下棋，报个班，报个班下棋去，对。对练武术啊，报个班练武术去，对，小提琴啊，
愿意拿这个吗？啊，得买好几千块钱，智力投资买小提琴 啊，提高素质嘛。哎，去吧，嗯，挺高兴的，把孩子送到学校啊，孩子们都是拎着小提琴的盒子上学啊，坐在这儿了，老师过来了，啊、把琴盒都放桌子上，哎，都放桌子上了，嗯，打开，打开，嗯，里边都是小提琴，你儿子这打开，里边是一冲锋枪。孩子当时就哭了，坏了，出事了，怎么我爸爸拿我的小提琴抢银行去了。省触点灯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来的人可是不少啊，哎，今儿多，大伙儿都是爱听相声的。是，其实大伙儿今儿来啊，主要是看您来的。看我，于谦啊，是我，中国相声界了不起的演员。有什么了不起？我崇拜的偶像啊，尤其今天让我很感动。怎么了？于老师带病参加工作啊，身体有点不舒服，这几天身体不太爽，嗯嗯，不好受。是，尤其这次这病啊都破了相了。什么病啊？痔疮啊，痔疮破相不完整了、嗯、没听说过。好啊，啊，羡慕您呐、啊、向您学习。别介，别客气。说相声不容易，是比不了影星，比不了歌星，比不了大腕。哦，那倒是，人家做一广告挣2000万，那么多啊！我们演一千场，挣200块钱。那是您，净慰问来着，不挣钱呢。哦，一天到晚的，比什么都累。嗯，拿昨天来说吧，下午一场，晚上一场。哦，晚上这场散了就10点了，那么晚了，到家11点。嗯，吃口东西，2点。是吃一口东西吗？好几口。嗯，喝点水3点。啊、哦，洗个澡4点，把床弄好了5点，把枕头弄正了6点。啊，钻进被窝7点，一闭眼8点又起来了。好嘛，不至于，您说的太邪乎了。这么辛苦还不挣钱呢？啊，一天到晚的，这日子没法过。啊、哦，没法呢，没法过了。早晨一睁眼呢，啊，盐汤啊就跟我起腻。哎，等会儿啊，盐汤是谁呀？儿子，叫谁呢？你儿子那是不厚道，你知道吗？谁不厚道？我儿子的名字叫盐汤。怎么叫盐汤啊？流到哪儿哪儿咸。呵。这人缘也不好，一睁眼，爸爸我饿呀，饿，气得我呀，打孩子干嘛？去年没吃饭，去年管一辈子是怎么着？一打他，钢太不干了，知道吗？哎，您这钢太又是谁呀？我媳妇儿。怎么叫钢太呀？郭德纲的太太。嗨，哎呀，哎呀。这糟践了这么一位好药啊！过来了，讨厌，没有这么起这名字的。您就说您媳妇叫钢太，搅和我这挺好的情绪，我告诉你。媳妇不干了，啊，打孩子干嘛你？打孩子干嘛？有能耐给孩子奔饭去，这对起哄啊！我妈坐在那儿念山音，嗯、啊，没儿子吧，我都吃得饱饱的。有儿子把我饿起来了，你呀，老太太，我说妈，您这可没有啊，啊，就跟着起哄着就啊，哪天饿着您了？不就是今儿饭晚点，这礼拜没吃吗？一礼拜了啊！我们正在全家欢乐的时候啊，嗨，什么全家欢乐呀、啊？盐汤哪去了？啊，盐汤，盐汤，找往哪儿？盐汤呢？找你儿子去，孩子丢了。哦，赶紧出门找吧，我气的呀！怎么了？上对门看嘴去了。哦，看人吃饭。大杂院对门住一老太太，嗯，带着孙女，
娘儿俩过日子，今天包饺子，嘿，孩子过去看去，怎么和的馅儿，怎么擀的皮儿，怎么包，怎么煮，怎么捞，夹着这儿吃，孩子站边看着，真细致。你说这么大的人了，你给捞个三盆五盆的算什么呀？人家才包多少啊，娘俩？比如说啊，我儿子上您那儿去，您包饺子，您怎么办呢？哎，那错不了，准把宝贝抱到床上来，得跟这儿吃吧。听见了吗？这也是人生父母养的话。哎，怎么说话呢？您这是？老太太不给啊，还劝我们孩子，宝贝儿夹去吧。嗯，别看了，一会儿烫着。我们看着就烫着。嗯，你还往嘴里搁呢你啊？嗨。就别较这份劲了，把我气的啊！严涛，嗯，严涛，瞧什么呢？饺子吗？不就是啊？啊，你没吃过吗？啊，孩子给我露脸，怎么说的？没吃过，哼、哎，露什么脸了？这个，那玩意儿是药材，知道吗？啊，不能吃，吃完得艾滋病。呵，走，跟爸爸走，不看了，咱那屋看炖肉了去，走。哎呦，这巧嘴也换换口味，感觉头里走，后边老太太骂衔接。嗯，宝贝儿吃吧，咱们这叫饺子。嗯，奶奶吃一辈子也没得艾滋病。嗯，有那一年还火的孙子，瞧眼就得非典了。嚯，给人老太太话招出来了，太不像话了啊！你就不懂得构建和谐社会吗？啊，这那场晚会的词儿就别搁这儿了，气死我了啊！不就包饺子吗？包，包，包。你奶奶孙子，哎，骂人呢？你怎么骂什么包？一分钱都没有。哦，没钱呐？哪儿弄点钱去呢？怎么办呢？哦，我当当行不行啊？哦，卖东西去，旁边不远有个典当行。哦，当去吧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去吧。上那儿去得弄点新的，哦、太旧太破的不要。那倒是，弄一大捆新的拿去了，皮袄。炕席，嗯，炕席呀，他不要你啊？那是不要，皮货要不要？那就皮袄行啊，皮货行啊，啊啊，家里有啊，哦，灰鼠啊，三姓鼠没上过身，毛都直的、哦，这行吧？这好，你看看这个，嗯，不要，哎，你少给，少给不要，多讨厌，不要这么好的皮袄不要，要皮袄就要了，什么呀？耳朵帽，那是不要，没上过身，那玩意儿这干什么用啊？这个没钱怎么办呢？哎。回来道上瞧见了，啊，街坊洗完了衣裳，搁到胡同口晾着。哦，你这现在是太阳出来，啊，一会儿下雨淋了怎么办呢？你瞧，我都给他收起来了，好心眼儿，收破烂的，来过来，来，嘿嘿，都给你拿走，卖了，卖十块钱，哦，省得下雨淋了呀，这是淋不着了，好心眼儿啊，啊，十块钱，哼，我又有钱了，买肉。买去吧，买斤羊肉，哎，做馅儿，买根葱，嗯，买块姜，哦，买白酒，我、哦、还喝酒，买花生米，嗯，买蒜，哦，回家让我媳妇剁肉，院里剁去，院里，什么院里剁？老太太家门口剁去，志气这就叫，我是一个很有志向的人，嗯，报仇了，剁，直接剁，玩儿剁，报什么仇、啊？对对对，剁，哎，包蒜。砸得了，嗯，砸蒜，搁到醋里边，嗯，点点香油，拿筷子和了和了，嗯，缩了筷子头，是，搁这儿，嗯，把酒拿过来，给不少，哦，这一钱酒啊，哎，不少，告诉你，这您打一钱酒喝呀、啊？再打钱就不够了，哎，严涛，嗯，严涛，嘿，喊你，嗯，把暖壶递给爸爸，哎，干嘛？喝凉酒闹胃口啊，兑热水，对对对，蹲蹲蹲蹲蹲蹲蹲，兑了有一口杯。嗯，喝吧，有点酒味儿倒是。哎，来俩花生豆吃。嗯，那不能再吃了。怎么了？再吃没了。啊，对，买不了几个。等着。嗯，包吧。没面呢。没买面，就十块钱。有馅儿没面了，都搁在肉上了吗？从植物学的角度说，没面包不了。这嗨，从什么角度上这也包不了？怎么办呢？啊，想主意啊。门口有一粮食店，哦，经理姓赵，哦，都管他叫面赵，哦，上面赵那儿了，我认识他啊，对，见面很客气，哦，跟他那儿寻几斤面啊，先赊几斤，对对对，倒下钱再给他，哎，好主意，去吧，找他去，门口站着呢，哦，挺敦实啊，花卷头，嗯，哼，戴一大眼镜，是是是，鼻子挺红的，嗯，九刀鼻子，是是，跟草莓似的，太厉害了，在那儿站着，嗯，哎。赵经理
还精神呢，红光满面，嗯，鼻子又见长，好没大丰收。这挤的人这干嘛呀？买卖兴隆出四海，财源茂盛拉三江。今年这个亿万富翁排行榜得有您，谢谢啊。不说面，哎，得，这可没有。您这人缘也混得可没有啊！我没说说面呢，我刚跟这站着，你这可不对啊！啊，老街就您看你拿我开玩笑，得了，干嘛？今儿非射出十斤面不可。您干嘛来了？不给我，咱俩是没缘。非射给面，嗯，哎，没有，就不射。呵，嗯，这可不对啊！正着急呢，一回头来了几个朋友，哦，也是咱们文艺界的，是啊，搞乐队的，哦，白天鹅乐队的，白天鹅乐队，白天就干鹅的，嗯，好嘛，愣抢嘛，这不是，拿着各种乐器，啊，有一根弦的，那叫独弦琴，两根弦的，二胡，三根弦的，三弦，四根弦的，没见过，电杆子，哎，电线杆子呀，哪有这么些弦？是啊，来来来，哥几个弹。赶紧拉起来，我给经理唱一段啊。哦，哎，子丑寅卯太阳开，卧龙岗上盖宝宅，谢天大地当中坐，五路财神进宝来，一送金，二送银，三送摇钱树，四送聚宝盆，摇钱树上拴金马，聚宝盆里边站着银人，银人手托八大字，招财进宝，日进斗金。唱喜歌，好，唱得多，嗯，不赦面啊，还不赦啊？这么高调门你都不赦面啊？白费劲了，再来一段，给歌词，再唱不唱这段了啊？不是喜歌了，咱改丧歌啊？丧歌怎么唱？一进门来丧气多，丧门吊客两边陪着，掌柜的一会儿艾滋病，学徒的一会儿得了耶格，正念丧看民国，空中又来五的阎罗，牛头马面口里的走，我神爷就在后边跟着。今天。说十斤面，一会儿两件的就着火，嚯，倒霉去吧，赵经理，倒邪霉去吧，要着火了，后头院已经冒了烟了，好嘛，哎呀，哎呦，您这嘴太损了，气坏了，给他，别他妈，让他走，导演，给了，早给不完了吗？就是，回家，嗯，给我媳妇儿啊，活面，活吧。不，嗯，坐着喝我这酒，接着喝，皮着和面，嗯，一边和一边骂街，骂什么街呀、啊？这个面呢，怎么没法包？黑面，棒子面，棒子面，那是没法包，这没两下子棒子面你能包不上吗？那也包不上啊，它合不到一块儿。对呀、啊，这怎么办、啊？不拿劲儿，野摊嗯，哎，您说叫您儿子最好冲那边成不成？这好几回了，野摊嗯，别拿五毛钱去门口。土产大品啊，买五毛钱麻刀，快去！哎哎，嗯，您这可胡来，买麻刀干什么呀？知道麻刀干嘛使的吗？糖炉子用的。对呀、啊，弄好了不拔粒儿。对，它较着劲儿。对呀、啊，糖炉子都不拔粒儿、啊，包饺子能拔了粒儿吗？搁面里头啊，样式哦，这个科学道理是一样的啊。好，买回来搅碎了，搁在面里包，和上。这可不能煮，这个这得蒸。对，一煮就散了，一晃了散了、嗯，对吗？棒子面粥分完的没法吃，是蒸蒸吧，上笼屉蒸大饺子，蒸吧，等着，嗯，二十分钟一接屉，呵，好了，一锅刺猬啊，怎么刺猬呀？毛都支起来了，麻刀全立着，怎么办呢？啊，不要紧的，等二十分钟。干嘛？我上门口那发廊给你们借推子去，干嘛用啊？咱们给饺子按个剃头。嘿好，给绞下去。没多远，胡同口有一发廊、嗯。哦，啊，一拉门，里边出来一女的。啊，啊，这不是说相声那个过相声吗？啊，外地人。啊，过相声吗？嗯，你很少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啊。对。啊，还有什么事情吗？嗯。哎，我说大姐，借推子试试。推子。我们这没有推子。嗯。剪子也行啊。我们这没有。也没有，剃刀也行啊。嗯，我们这没有剃刀，怎么全没有啊？梳子得有吧？哎，对，把它拢直着吃也行啊，省得扎嗓子。借一把。啊，我们这没有梳子。得，我眼泪都下来了啊！还是穷人多呀、啊。哎，啊，我说你们这有什么呀？嗯，我们就一张凉席儿。哦、啊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啊，我不是不容易吗、啊？那我。
别处借去吧，去吧，当转身。哎，不对，怎么了？什么都没有，你这买卖怎么干的？你这是啊？这是的，干了2年了，开什么发廊啊？好，你进来看看就行了。啊，来着，我进来，我说别来着，我让我媳妇瞧去。嗯，来着，你间屋，哎，就你这还一屋呢。哦，最后一瞧啊，地上有凉席，有一枕头。哦，这是一电炉子。嗯，窗台搁着油盐酱醋。嚯，醋瓶子、油瓶子、酱油瓶子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干嘛的？啊啊，这是我的工作间和我的厨房。还工作间呢？工作间啊，不是挺新鲜，没上你这里边来我啊。我脚头都上街上，3块钱一个啊。哎，你这有意思啊！既然来了，上我们这儿好好玩会儿吧啊！你很少上我们这儿来啊！啊，哎，干什么这是？咱别逗啊！啊。我这老街旧邻都知道我，我玉洁冰清，知道吗？嗨，我不做外活啊，我告诉你。你跟人说这干嘛？闹啊！我走到哪儿，真接牌坊跟到哪儿，知道吗？嗯。你这门矮，要不就搭进来了，知道吗？再一个，我还没吃饭呢，这体力活不行，回家去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呢？回来吧。我前脚走，后脚还喊我呢。啊！你要是愿意来，你都来说一说。晚上来，回家吧。啊！我一瞧媳妇儿啊，不知跟谁家借把剪子。哦，找着。哎，拿着饺子正绞头呢。啊！绞差不多了，吃吧。吃。倒上醋，包好了蒜。哎，哎，我妈搀着来，妈您坐这儿吃。老太太夹起一个来，张嘴就咬，一边吃一边骂街。说什么呀？这孩子们不听话，怎么了？告诉你们啊，别包韭菜的，你们不听，知道吗？那是韭菜的吗？呢，这一个肉丸的，哎，不能塞牙。可是那是麻豆，那是。哎，对，凑合吃吧。嗯，老太太吃了半个，哦，孩子吃了俩，我媳妇儿吃了一个。你瞧，这叫什么日子？我流着眼泪，我跟咽药似的呀，没吃几个，把这一屉全吃了。啊，全吃了，没有了。嗯，哎，对，要有还吃啊，馅儿好，关键是馅儿好。讲大么滋味，吃饱了坐在这儿，嗯，心里难过。我媳妇儿瞧着我，哼，嫁汉嫁汉，为了穿衣吃饭，嗯，不能穿衣吃饭，干嘛嫁汉？哦，我说错了，嗯，娶妻娶妻，为的是忍饿挨饥，嗯，不能忍饿挨饥，干嘛要娶妻呢？嘿，全一套一套的，别废话，嗯，我告诉你啊。你赶紧想辙去，这日子不像过了。嗯，我说你别说这个了啊，两口子过日子就得有这样，知道吗？啊，你别瞧不起我，打今儿起3天，哦，我给你拿1000万块钱回来，要不然不姓郭，站起往外就走。起这事？那当然，能含糊他吗？哦，往外走，我媳妇一瞧我这脸上变颜变色的，她也害怕。那可不嘛，到底是抓阄的夫妻啊，啊，他比那抽签的就强得多呀。啊，嗨。什么形容词？我头扯他后追，啊，来到门口这别着急，一伸手砰把您拽回来了，把我推出去了。呵呵，让你把门就关上了。嗯，孙子今儿晚上不回来，明儿就卖房。好嘛，他也豁出去了。办啊，1000万，想主意吧。我说的是1000万？是，这做泥钱也干不了啊。哎，对，哪儿弄去啊？活着有什么意思啊？我死了吧，不活了，不活了，死了，怎么死了？一出胡同 啊，旁边有一老头摆一破烂摊儿，哦，卖东西。呵，干嘛？有把菜刀。哦，看您菜刀了，冷森森，夺人耳目，明晃晃，要人胆寒。哦，这把菜刀就是我要定的冤家。您要拿它，一伸手拿过来，倍，嗯，儿冲外，倍儿冲里，当时就割脖子上了。哎。干嘛倍儿冲里呀？那对着他拉着我怎么办呢？嗨，怕拉着。老头，嗯，这刀是你的吗？嚯，老头吓坏了啊！不是我的，不是你，那就是我的。得，好嘛，讹人一把刀，开玩笑。哦，人家1毛钱买的，2毛钱卖的，啊，将本求利来的，你好意思白要吗？不能这么干，跟他闹着玩。对，拐弯抹角就给他呀送回去了，卖了，卖了。我卖了他，我买吃的呀。哦，我临死要做一个饱死鬼，哦，还想死？对，哦，哎，5块钱，5块，买套煎饼果子，我，哦，来碗豆汁吃吧，来半辣椒圈，哎，来串糖葫芦，嗯，来瓶汽水，胡吃啊，这回行了吧？啊，饱了吗？这回行了吧？啊啊，不做饿死鬼，死吧，死，哎，刀没了，得，哎呀，可不是吗？刀给卖了。把自杀的东西给吃了啊！跳河了，哎，这也行，好办法，偷个秘境，对，行不行？好主意，问永定门，
哦，上永定河，站在这看着，啊，死，跳吧，这法也不行，又怎么了？我不会游泳啊，会游泳还跳河呀？不这么死了，哦，上跳，跳。嘿，啊，跳怎么样？行行行，怎么死都成。马路边儿，啊，有树，就这儿，啊，掉，就这儿，嗯嗯嗯，裤腰带解下来搭好了，嗯，死，死吧，人要死啊，心里不是滋味啊，上有高堂老母，哦，下有刚上小的孩子，全想起来了，还有我媳妇，嗯，我一死，一家三口怎么办？嗯。我活到今年30多了，哦，一任总统还没干过呢，想瞎了心了都，怎么办呢？嗯啊，还有我那孩子，我那儿子多可爱，聪明伶俐，嗯啊，我一直想把儿子培养大了，给我捧哏啊，走，哪儿啊？趁早死了得了啊，完了，这回儿子你给我捧不了哏了，甭想这个了，死死吧。你看多坏的人啊，怎么了？老憋让我死，不是我憋着，您要死的 你没安好心呢。怎么了？你憋着我死了，把我这大褂给你爸爸穿，对吗？我干嘛呀？我不至于死，死吧，赶紧这干嘛，啊，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旦无常万事空，嗯，吊上死死，人不该死，五行有救。怎么了？俩小时愣没死，吊脖子上俩小时会没死？离第二尺吊脖子上没死，掉脖子上了，掉脚脖子上了。嗨，您拿着饼能死吗？那个死不了啊！啊，这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天都黑了，下来吧，解下来了，还是改天，有机会再说吧。改裤腰带了，走吧。顺着永定门往回走，嗯，走前门大街，我们家住南池子呀，啊，慢慢溜达吧。对，溜达前门大街都夜里12点了，挺晚的了，都关门了。嗯，哎，嗯，前门大街上路东有一家皮草行，哦，卖皮货的，卖皮衣的。嗯，这会儿正来辆车卸货的，哦，一帮工作人员睡得迷巴中的，往里边抱，咕噜掉地下一捆，嚯，查见了，啊，扔着卖8000多块，那可是好东西啊。这会儿不能过去，怎么？你这会儿过去瞧去了？哎，这我们的，完了。哦，躲电杆后边看着，一会儿的功夫都进去，门也关，灯也关了。嗯，我的。哦，捡去吧，这发财了啊！行行，来吧。嗯，聂都乾宗过来，一伸手一抱，吭哧咬我手了，怎么回事？大黄狗。嗨，瞧清楚了我。太可恨了啊！啊，正抖楞手呢。哦，旁边饭馆出了一厨子。啊，偷狗的又来了。得，这月就3来条狗了。啊，奔一天一条，准是你好小子大。嚯，这脚进前面大街给我踢南池子去了。好，又踢回去了。后来一扫定，这主原来是国家队下来。嗯，啊，踢球不行，你踢我还行啊。啊啊，回家吧，回去吧。来到家门口这儿，嗯，不是我跟您吹啊，怎么了？我们家的门我敢叫，我们家门我也敢叫。家里门有什么的呀？啪，嗯。一砸门，我媳妇听见了。哦，闹归闹，我真出去，她也着急。那可不嘛，听见我回来急坏了，直央给我。怎么说的？孙子死赖的了。得，还是不让你进门。开门，开门，别让街坊听见，别让街坊听见。门分左右，来在里边。还我怎么这么黑呀？啊，开灯啊，老李啊，点灯吧。啊，黑呀，开灯啊。开什么灯？嗯，啊，一年没交电钱了，收电费的连把灯泡都砸碎了啊！好嘛，不是，那我还有几根蜡呢？啊，把那蜡点上啊！哎，点蜡，蜡呀！你儿子吃一根，你妈吃2根啊？那是蜡啊，辣的不辣，有点糊嘴。好嘛，解饿用了。这黑灯瞎火的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啊啊！我那天不捡煤油灯吗？啊，扔哪儿了？扔床底下了。好啊，拿出来。你这神经病吧？这不是灯在这儿了。这年头哪有用煤油的去？是啊，也没有小铺，也没有卖油的地儿了。嗯啊，我说不见得非得拿这个油是吧？嗯，汽油也行啊。啊，是不是？色拉油、菜籽油，您哪儿有啊？咱们家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啊。啊，就昨天剩点色拉油，早晨你妈当早点都喝了啊。好嘛，啊，吃什么的都有，倒去吧。嗯，喝，哪有油啊？这么晚了，嗯，就算有钱，哪儿买去呢？嗯嗯。哎，我想起一句话来。什么？要是愿意来，咱晚上聊。啊，他那儿有油。他瞧见了，工作间里有啊。啊，对呀，上工作间。对对对对对。嗯嗯。大家出来拐弯抹角，噔噔噔噔噔，来到这一瞧啊，关着门了。哦，拉着帘儿。是。屋里边点一小红灯。嗯。开门。哦。有人吗？
起飞制，把嗓子憋粗了。嗯，警察呀！屋里边叮了咣了一阵乱，后窗户开，噌飞出俩黑影去。是啊，落到那边树杈上了。嚯，吓惊了！好，飞得高，外国记着上啊！甭看他了，打窗户进去，奔工作间，窗台摆着，一把抓过来，就是他了。行，回家点去。嗯，噔噔噔往家打，到了里边，呲啦呲啦呲啦，一包火柴愣没点着，怎么回事啊？拿了瓶醋，醋啊！谢各位啊，这个每逢啊周六啊周日的下午啊，嗯，很多朋友都大伙儿太热情了啊，哎把俩孩子吓着了，是俩孩子还小哈，刚出徒，就是我也知道这一喊一呀， 啊， 啊有的时候是好，有的时候也是往下轰啊，嗨回到家乡演出心里特别的高兴，到家了吗？全国各地去了不少地儿了，嗯，最愿意来的就是咱们天津，那可不是，这是我的家家乡、啊、好多朋友都认识我，嗯，但是对于于老师我们需要着重介绍一下。哎呦太客气了，这个演员叫于谦，哎是我，说得不错啊，不敢，谢谢，看见了吗？谢谢谢谢大家，你瞧见了吗？大伙儿对你很了解，嗯、是这样，台上是真好啊，不敢当，不敢，就这四门功课，嗯，说学逗唱，嗨，反正就这么回事儿吧，是吧？啊，就那么回事儿了。不，关键咱们得说人性，哎，关键是人品，交朋友不能靠台上，对了，得说台下，得实诚，就人家这人性，您说一说。还不如台上呢，嗨，我让你夸我来了是怎么着？我羡慕他呀，还羡慕我？相声说得好，嗯，还拍过广告，倒是演过，演过电视剧，有那么几部，演过电影，是，经常的出任什么产品的代言，哪儿？最近接一大活啊，马上要成为枸杞兔子形象代言人了啊。好嘛，我接这活儿有点不露脸呢，可所有的枸杞兔子上都喷一张你的相片，哎呵，那管什么呀，提你三块就走啊、嗯，不提我两块就走了，对自己得有信心、嗯、我都贴那上头了我还有什么信心呢，演过很多的戏呀、啊、真好啊、嗯、没有，当初有这么一个电视剧叫雷雨，哎对，哎呦，嗯、啊，我特别喜欢这个戏，好吗？原因就是这里边有你，我上这戏了。他在这里边负责雷雨，哎，啊，这雷雨我怎么演呢？就是一有下雨的戏，你弄个水管子站那儿呲、嗯，我干剧务。最了不起的，当初周星驰有一个电影，哪部？叫《大话西游》。哎呀，太有名了。于老师在里边演出了，演了。牛魔王身边600个小妖精之一，您找的时候留点神吧，您费费心啊，了不起呀、啊！都演这角还了不起？我什么时候能熬到你这样啊？哎，您太客气了。我打小说句良心话啊，啊不行，小时候不好吗？您看，您各位今天捧我啊，我当初干不了这行。哦，不适合干这个。打小同龄的学生里边啊都比我强。哎，就你最次。我最次了我。哦。怎么办呢？嗯、啊。包括学员们一块演出，嗯、啊、我一上场这观众们哇。怎么回事？全走了。走了。我一下场哇都回来了。哦还真快啊这个。团长说你别演了。哦。你剪场吧。哦，改搬桌子了。
我搬桌子。嗯，我搬桌子一出来，观众哇也走了。嗯，我说我搬桌子不说相声。嗯，观众说了，看见你就不行。好嘛，哎呀，您这人缘也太次了，我跟您。后来团长说，你就跟后台拉了大幕什么的吧。哦，干杂活，别上场了，别露面了，也别说啊。真有一个人找到后台，干嘛呀？找团长。哦，为什么不让郭德纲上场？我有愿意听您的呀，必须马上安排。还有捧场的，他再不上场，嗯，我那冰棍全化了。啊啊，好，等您上场，观众出去买冰棍去。就是门口卖冰棍的给我拔创哈。哎呀，也只有我说相声，人们才出去买冰棍去。嗯，后来好容易毕业了，熬出来了，跟着团演出，对，也不行。还不行呢，相声跟古曲一块演出，那这是花场啊，我们吃亏呀。吃什么亏？唱大鼓的小姑娘一个个捯饬的真漂亮啊。哦，呼，盘着头，对，烫着发，嗯，这儿搁一朵花，这儿搁一钗子，对，这儿几俩红点儿，哪儿几红点儿啊？这儿搁俩枣就是切糕啊，啊，嗨，把吃食往脑袋上搁，穿着各种颜色的旗袍。对呀、啊，那气儿都开得嘎吱窝了啊！配俩门帘子就出来了。哎呦，啊，那两边的票卖得特别的好。那不是看大骨的，那是看大腿的。嗯，啊，少说这个，不是这意思。留神，人家告你去了。这还告谁呀？我就纳了闷儿了啊！我们有的演员他都凉掉，对，他那唱根本就不够水平哦，词儿高了记不住，这玩台上胡唱乱唱的都错了。还有人给上花篮，对呀、啊，他凉掉，他能见四十多个花篮，不少。我这么卖力气，我连个花圈都没有啊！嗨，您不到岁数呢，可能气得我，哎。有保安没有啊？把他弄出去啊！不是您就讨厌，你讨厌这个了，太讨厌了这人！你这样的逮着都够枪毙五分钟的，是吧？啊，那么长时间呢？我很不幸，你不要拿我开玩笑，你知道吗？那您就接着说，接着。很不容易，我嗯，我就跟那团里混了这么长时间，我寒了心了。哦，不想干了。我什么时候我能熬出来呀？哦，我干点别的吧，我。哎，您干脆就转转行。有一朋友说了啊，影视界你愿意不愿意？您呢？我一琢磨，这不错呀。影视界，影视圈我很喜欢呐。对呀、啊，头一天去了，导演就问我啊，这影视跟相声可不一样哦，你做得到吗？嗯，我说我做得到啊。哦，行，吻戏你能演吗？接吻。我说太好了。哎呀，嗨。就等这个呢，我挺乐意的。导演也高兴。是，好，你要能答应就好。哦，把那狗牵过来。狗跟狗接吻呢？气得我呀，这叫什么活儿？这叫啊。是啊，而且我在影视圈混了一段时间，我就发现了啊，很多女演员嗯，为了上戏嗯，都跟导演睡觉去。哼。倒是有这种现象，实话呀。对，我看不惯呢。是啊，我很生气呀。您有正义感，这个女导演太少了啊！哎呀，您生这个气呀？你们女演员有办法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啊，是不是？苍天不负苦心人呐！怎么了？终于有一个戏碰见女导演了。哦，让您碰上了。嗯，她那年是36，啊，那也不算大。我那年是23，哎，跟您比差不多。我一想，我为了艺术，我献身吧。啊，您献身了？我洗洗澡，换换衣裳。哦，我找他去了。是，当当当敲开门，我一瞧，这事儿成不了了。怎么回事？制片人在屋躺着呢。嗨。您白费劲了、嗯、我什么时候我能混出来啊？我、哎、早也白洗了，我多的混得出来我啊。嗯，我心里不是滋味。是，来一朋友问我啊、嗯、广告你去吗？哎，广告可快快。对了，
到那儿就完，周期短，一天的功夫，是你的男一号。哦，那不错啊，给你5000块钱。哎，这钱不少。我一琢磨，这干得过啊？啊，合适啊。嗯啊，不过人家说了，啊，你需要啊，在北京化好了妆，换上服装，嗯，你才能去。啊，这还急茬儿，拍摄地在东北长春。哎呦，这远点，给我一张火车票。啊，我先找化妆师去。哦，我说老师啊，嗯，我这个脸比较啊黑，是您给画白一点。对，化妆说，嗯，怎么了？你这还白呢，知道吗？这还白，给我抹了一脸这个黑呀。哦，换上了黑棉袄、黑棉裤、黑棉鞋、黑手套、黑帽子，全黑。冲镜子一呲牙，吓我一跳啊！我这什么形象啊，自己都害怕。拿着票上火车奔东北去吧。上火车瞧见我没有不害怕的，全害怕，谁瞧我谁躲。啊，躲。哦，当车祸现场这么看的都是。借我身保安的衣裳，我穿上我打他。您穿上这没用，怎么那么害怕呀？不要把你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上。啊，是，我听着新鲜，我自己也难受。 啊有一节车厢有一个犯人，嗯，砸着脚镣手铐这挂在这儿。嗯，四个武警端着枪把着。哎呦，我估计这人啊一下火车就得枪毙，重刑犯。这人跟这儿就完了，颓废了，是吧？哎呀，我打到跟前过，他看了我一眼。嗯，哎，好嘛，他瞧见希望了的。啊，他找着这意思了。到了长春找着导演，我说我来了，我演这个。对了，就等你了。哦，你的男一号，赶紧。我说女一号在哪儿呢？是咱这边那笼子里头了。哎，笼子。我说笼子里边，我看看吧。啊，我一瞧啊，有一猩猩。哦，不是狗了。哦，有一猩猩。嗯，我说这不咬人吧？是，这是马戏团借出来的。哦，那行了，我的男一号是他的女一号。哎，我说导演，嗯，这没有感情戏吧？哎，别想那么多了，这就，啊，没有啊，没有了。什么广告啊？八宝粥。哦，那好食品。把这猩猩放出来，我搂着肩膀，啊，打开了，我给他灌下去。对，然后冲着镜头这样，啊，一比划，完事儿。这快，我说太好了，赶紧吧。紧，对，我等不了了，来吧。啊。猩猩放出来，搂着肩膀，打开八宝粥。哎，他比我手快。是啊，一把抢过去了。嗯，摁着我这脖子，哒哒哒哒哒哒。那就别抖搂了。完事儿，这猩猩冲着镜头，啊，他还比划呢。我怀疑他偷看剧本了，你说。哎嗨，嗯，要不也没那么快。我说导演。啊。哎哎呵，呛一口，再来一遍吧。啊，导演说没事。嗯。谁灌谁都行啊，啊，怎么都行，那就完了吧。啊，这个广告播出之后，很多观众打进电话来，问什么呀？问一问哪个是猩猩，哪个是人？哎，对，人家都分不清楚啊。我说他让我穿黑棉袄、黑棉裤呢。哎，对了，攥着5000块钱回北京，哎，挣钱就行了。我有了钱了。嗯，我这回我买方便面了，我能够啊，能吃饭了。我有这个，我有饭了，我。嗯，这个朋友又找我来了。干嘛？说你这样知足是不对的。怎么了？必须要往上发展。再往上怎么发展呢？你得上春节晚会。哦，你才能红。春节晚会。嗯，才能红。嗯，才能有味儿。嗯，我说我也不认识人家呀。啊，我找谁呀？是，说你甭管了。啊，我认识春节晚会的导演。啊，见导演。哎，我把他请来，你们见一面。好，我不能白帮你这忙。怎么办？你给我5000块钱。五千。我一琢磨，我刚挣了5000。是啊，我还得买方便面呢，我啊。别废话，你成名要紧。哦，一把把钱抢过去了。嗯，带我去见导演。去吧。我一瞧，这是假的。怎么见得呢？骗子。凭什么？不是导演。你怎么知道？他连大胡子都没有。哎，嗨，我这朋友说了啊，闭嘴闭嘴，别胡说八道的啊。是，大胡子逮起来了啊。啊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别提这茬了，这不能提，这现在不让提。啊啊啊，不让说，不让说啊！好，我说导演，嗯，啊，导演您好，嗯，啊，我要上春晚，哎，对，我要成一个大腕，表达一下，我很了不起了，就说心意。导演说这你来晚了，啊啊，你们导演哆嗦什么呀？啊，有身份都得这样是吧？没听说过，您来晚了，啊，你这你先跟着干活吧，干活，擦擦桌子，搬搬椅子，哦，弄个水，送个盒饭，扫个地舞的，嗯，啊，你这样，给我遛狗去。遛狗也管啊，给我遛狗去啊，多缺德，我还得给他遛狗去。就这破狗啊，走一步一停，走一步一停。我给领到钟表店去了啊。我师傅，
这走一步一停，哦，没事，擦擦油泥就好了啊。啊，狗有擦油泥的吗？把狗牵回来，导演乐坏了，没了。呵，哦，这个忙可是帮大了啊。啊，行了，你留神吧，看哪个节目你能上。嚯，你言语一声吧。吐口了。我看吧，找找有京剧。对，这不好蒙。怎么？京剧这难蒙？你说你唱戏的啊？弦儿一响，你算傻了？那、啊、哆嗦上了、啊。有武术表演，这行吗？这蒙不了啊！这真刀真枪，玩了命了、啊。这不长眼啊！嗯，有这个芭蕾舞。哎，这也没法蒙。怎么？你垫脚尖你能站半小时？我看你不垫脚尖你也不像啊！啊，啊我那枪哪儿去了？哥就嗨，不是您就甭蒙这个了，您找点能干的。我能干什么？我一看我就说相声能干。相声啊！现场有一个400人合说的相声。哦，400人，400人大群口相声。嚯、哦！就这场景啊，没80万下不来。那么贵啊？嚯，这弄个假山。山跟真的似的哦，这边有俩飞机，飞机底上有水，嚯嚯！节目一开始，打这山上蹭蹭蹭跳下100个说相声来，哎呦，都背着降落伞跳下来，知道吗？啊、这里边水里边钻出100个来，哎呀，这边飞机上扔下一帮来，费多大劲！到最后拿洋车拉上一个逗哏的来，是啊，哎，这演员一下来，冲观众们说：“说观众朋友们，我想死你们了，我嗨，啊，就说这么一句。”400人站齐了，嗯、哦，有一个人带着说：“是，我说一句话，你们大伙儿把它翻过来啊。”哦，给大家拜年，我很高兴。对，这300来人一块儿，很高兴给大家拜年，哎、一鞠躬，完了，哎，完了，还我这行这个啊，这缺心眼儿都能来这个啊，哎呀，对对。这行这个这不算什么，呼，就是这儿的相声好说。嗯嗯，我说导演啊，我求求您，这我来吧，这个哈。哦，上这个。慢说，我这智商这不没问题啊。啊，对对。我说、嗯、那你等会儿吧。干嘛？这400人打6月份就跟这盯着，呼知道吗？你等着，说有一个不干的，你来。哎，您补这缺。我天天盼着呀。啊、嗯，你说这帮缺德的，他也不出点事儿啊？呵，您盼什么呀？有一个不干了，我不就盯上去了吗？啊，天天的等，天天的盼，等着吧。啊，这活没等来，别的活等来了。什么活儿、啊？那天现场彩排哦，4000人的现场，嗯，跟这正忙活着呢。哎，有一个观众生孩子，哎，那儿生孩子，大姐大肚子。啊、你说，哎呀，你这月份你回家生孩子去，凑什么热？这儿乱了哄哄，4000多人，你跟这儿，你说他这要生孩子，啊、哎呦，现场生孩子，我赶紧打电话。啊，打电话一会儿车来了，我还得扶着他背着他弄车上去。哎呀，回来这儿收拾。哎呀，全是你的活儿。忙完了之后，我这机会可来了。什么机会啊？彩排到这400人的相声啊，又打山上下了100个，哇、哦啊！背着降落伞，是是，有一个人那降落伞没打开，啊？哎呦，脑袋冲向，噗！哎呀，万幸啊、哦，没事儿，死了，嘿，死了叫万幸吗？我太激动了啊！啊、哦，老天爷给我机会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我找导演去，嗯，导演。是这短一个这个啊，我来这个，哎，得赶紧，你来晚了，怎么把他推下去？那人已经替他了。嚯、哦，这太残酷了吧？这个，我什么时候能熬出来？我哎呀，我什么时候能熬出来啊？嗯嗯嗯，急得我没法的。是是，我找我那朋友去了。干嘛呀？退钱？不干了。把那钱退我，赶紧不干了啊！嗯嗯嗯，一天到晚的净干活了，是哪当演员成碎催了？我这个没正事儿，我又擦地又拾弄屋子啊。那大姐生孩子还我给弄，我怎么的了我？啊，把钱给我，不干。他乐了，啊，你呀、啊、缺心眼儿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想上春晚？当然了。你是不是想成名？废话，你首先要学脸皮厚，你得不要脸才行呢，你知道吗？啊。知道吗？是啊，你这个多的能成腕儿，你这个哦，脸皮厚，就你这个性干不了这个，知道吗？哦、那怎么办？我说我就脸皮薄，是啊，拉不下脸来啊，找老师去，还有教这个的，找人教你谁呀、啊？谁教啊？啊，谁脸皮厚啊？啊，我想了想，谁？哎，啊，现场生孩子那大姐可以，哎。对，4000多人看着生孩子，人不在乎，这得多大能耐，这得是。对，我买点东西，我看他去了啊。我瞧他去。我到家一瞧，坐在炕上正哭呢。干嘛呀？哎，丢人丢大了，哎、也嫌害臊。我说大姐，别往心里去啊。这算什么呀、嗯？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？4000多人看着我生孩子，太丢人了。嗯嗯嗯。我说这不算什么啊。那年申奥成功。天安门头里边有一人同着2万多人生孩子，是，哎呀，那也是我，全是他。
五毒论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人来的不少啊，哎，今儿多，我很欣慰啊。大伙儿来是因爱听相声，是后台都是说相声，哎，相声大会嘛，很多演员，尤其很多演员都是名门之后，是吗？老师都很了不起，有这样的人，邢文昭先生，这是他是刘宝瑞的徒弟，哦，李文山先生，嗯。王世臣的徒弟，对，张文顺先生，嗯，佟大方的徒弟，嚯，于谦，我是何云伟的徒弟啊，等会儿吧，大辈儿，嗨，行了行了，我都不知道跟他怎么练，咱俩就别练了，没辈儿了，我就，咱单说，咱俩单说，啊、行行，甭单说了，先练后改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于谦啊。相声界一个奇才，哇，好人呢，嗨，其实说良心话啊，嗯，他不只是说相声啊，我不只是说相声，他家里有钱呢，哦，他说相声完全是出于兴趣，哎，我爱这个，跟各位一样啊，您是爱听相声才上这儿来的，对，他是爱说相声才上这儿来的，就是这两点不谋而合，嗯，有人说了啊，我不爱听相声，哦。我看点别的也可以，是是，人各有志，不可强求。哎，您随意，每个人不同的爱好，嗯，允许。对，拿我来说，嗯，我也有别的爱好。哦，您还喜欢什么呀？说相声只是我的工作。哦，除此之外我有别的爱好。喜欢什么？我爱看芭蕾舞。啊，高雅艺术，最爱看这个，是啊，养眼。没憋着什么好心，您艺术啊，艺术，您按艺术那么看了没有？前些日子，啊、嗯，三河芭蕾舞团，三河，三河，三河市芭蕾舞团，嗨，那也不大，排了一个世界很有名的芭蕾舞剧，什么？小天鹅的续集，哦，大烤鸭，跑不了，在通县北原环岛上演出，哇、哦。我去，嗯，买票，嚯、哦，对咱来说10块8块买张票算什么？不在乎，买躺票，躺票，头一排躺票，干嘛躺着呀？你们都坐着看，我躺着，哦，躺头一排，嘿，好眼神啊，哥哥，我特别喜欢看芭蕾舞。啊，行，我知道您这爱好了，看连颈椎都治好了。嗯，我很喜欢这门艺术。嗯，哦，我还喜欢看马戏，马戏，哎，耍狗熊，哦，耍老虎啊，那是功夫，训狮子，对，咱们瞧着都害怕。嗯，他跟那训，多好玩啊！我去看，嗯，观众们都叫，哟，哟，这干嘛？大老虎。老么大，老么大，大老虎，那大老虎吗？一个大姑娘跟那耍着老虎，她不害怕。人家最后这姑娘嘴里叼块糖，嗯，老虎过去，嘡，给糖叼走了，吃了，人没事。嘿，好些人还鼓掌，我说这算什么啊？我也行啊，您也行，把那老虎牵开啊。您等会儿吧，啊，是吧，您等会儿吧，把老虎牵开，我要来叼那糖去吧。我弄一天我都不累，我告诉你，那姑娘累了，商量商量什么呀？啊，没听说过。我最喜欢这些高雅的艺术，我告诉你。好，你别看我看这个，我这人没有别的不良嗜好。是啊，你抽烟喝酒这我都不会，啊，没有这，从来没有，不赌，郭德纲玩牌没有，门也没有，不干这，这好，这几样说良心话不好。旧社会管这叫什么呀？嗯，五毒啊，说五毒俱全就是说这吃喝嫖赌抽，五毒俱全，这不好。哎，你们家都快扁是这个啊？你们家才有这扁呢。我记得客厅里五毒俱全吗？没有，没有哈，没有，摘了摘了，后来摘了，压根儿也没有啊。吃喝嫖赌抽这点人可得千万小心啊，要是一过分，连命都得搭理他。连命都搭理他，坑家败产就因为这五个字，至于吗？
找赌抽，得有钱的命。啊，对，你这吃不上饭，你还能这样吗？没钱干不了。哎，你非得有经济支柱，知道吗？得有钱。他们家穷。我们家。家穷。那我们家。他祖父很有钱。哦，胡云，哎，老爷子想当初是从政的，一个政客，当官儿。哎，他这个怎么说呢？嗯，独特的身份，他挣钱就容易一点。哦，在政治界很多年，是是，北京丐帮的帮主。丐帮帮主算政界的呀？从政很长时间，啊，也明朝他们家祖传的，知道吗？有根棍儿，拿着这个举着杆儿上。打狗棍，不是这个，没有贬你的意思啊！啊，没有说你出去拾破烂要饭去，没有。那不是丐帮帮主呢？不要丐帮啊，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。哦，天底下凡是要饭要了钱，都给你。那个老头出去西装革履的，坐车哦，也有派，身边美女环绕，往这一站，大企业家一样。嚯！啊，秋高气爽了，带着这些美女，老头出去玩去。嗯，你怎么看？你是跨国公司的总经理。哦，就那么有份啊！拄着拐棍，嗯，天青水碧，鸟语花香，嗯，葫芦湖金丝眼镜，拿手一指，嗯，你们看，嗯，南面的山坡下面是不是有块饼啊？嗨，还是要饭呢、啊？你看点什么不好呢？你这这个职业习惯，职业习惯。算了，甭提了。干这有钱，家里有钱，啊，所以他们家具备的资格，吃喝嫖赌抽。哦，有钱就干这个，各式各样。啊，他挺继承他们家特点的。我还继承这个，你看常跟他接触都知道。啊，于谦喝酒那没数。啊，这我好喝酒。酒是好东西吗？啊，《论语》上有这么两句话，怎么说？酒是爹，菜是娘，喝喝就比枪毙强。啊，《论语》上有这词儿？《论语》上有这个。哪儿啊？回去翻翻，有这第四篇，第四篇。甭翻了，酒是粮食精，越喝越年轻。这都论语上写的，都论语上写的。少喝对身体有好处，嗯，舒筋活血，有助消化。对，拿它当正事儿干就错了。天天喝，你跟他似的。我真处处喝酒啊。哦，喝酒跟印驴似的。有这么喝酒？身子慌，我一块喝吧。嗯，往那一坐，我这筷子还没拿出来，撕兜呢。嗯，他那等等等等等，先喝了四杯，了得上这么大杯。光这么喝有量呀，看着害怕呀。嗯，喝一会儿站起来，不行，我走肾。哦，上厕所走肾。嗯，得把这酒尿出去。嗯，啊，不去洗手间，那上哪儿？饭馆门口，花池子。哦，啊，我们跟着，怕出事啊。嗯，啊，他没事，还稍微有点晃悠，啊，挺清楚。回去，甭管了，没事。嗯，说话挺利索，是往这一站，一拉这个夹克这拉锁，呲儿拉开了，哗。不是薛威了，那已经、啊、回来坐着，别喝了，别喝了，不行，还喝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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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枪火嘛，接着喝，啊，喝完又出去了，哦、这会儿跟着急了，别跟着，不让跟着，上厕所跟着吧，回去，就是，都回来了，啊，他转一圈又回来，嗯、啊，一进门看着来还逛悠，哦，你怎么了？哎，没事没事，嗯、啊，这儿就解皮带，蹲在桌子这儿了，啊，吓坏了我们了，哦，他拿着当厕所了，要了命了，都裤腰带都解了，啊，于谦。哎，哎，叫我，他急了，嗯，别敲了，我也没带纸，嗨、啊哎，喝太多了，很有量的一个人啊，有量还能这么喝，好喝酒啊，他爸爸这点就好，不喝酒，他们老爷子不喝酒，哎，好抽烟，哎，这烟勤点，有认识他父亲，嗯，于少谦，啊、于少谦，我们家这味儿怎么拎的这是？大户人家按家谱排。于谦，这儿于谦、嗯，他父亲这儿于少谦、于小谦、于再谦、于右谦、于还谦，还谦呢？甭谦了啊！没听说过我们家家谱倒着排啊？那不叫这，你爸，你爸叫于德云，于德云。我爸爸到哪一辈都占啊？于德云，于静，于静国。甭提这名了，你就说挑一个，你挑一个，你挑一个，我甭挑了啊啊！他爸爸了不起的人物，嗯、啊，随他爷爷从政。哦，也当官，在公安机关上班，不、哦、老警察了。是，我上单位去找他父亲。啊，一瞧一团上古精神。哦，你这一喊，我在这儿呢、啊。他爸，你出来，就这两步走，你看吧，受过军训。哦，这一喊的，这一出来啊。嗯。
养不走。他多妙的这个，他腿有毛病，腿有毛病啊，特别有意思。往这一站，跟警察们客气极了都。哦，报告政府啊，犯人是怎么着？就说得教你犯人说话呀，教你犯人说话。这一句一句教，用得着吗？这说这意思啊啊啊！爷子得天独厚，净人给送烟。是啊，一天到晚抽，一根接一根。哦，伸出手来十个指头，嗯，一个里边加一根烟，啊、这样抽。这烟瘾太大了吧？这看着麻痒人，你知道吗？嗯，麻的，这么抽不过瘾。嗯，买烟叶哦，抽烟叶成斤的买烟叶回来搓。啊、搓完了，红葡萄酒洒在上面，哎，香啊！咱不懂啊，不抽烟不知道啊。是，据说这个抽完柔和。啊，对，抽着烟是甜的。哎，是。还有一样，嗯，他母亲舍不得。这么挺好的葡萄酒，你倒那上面了吗？偷偷摸摸换的酱油。酱油啥呀？抓把盐，来把辣椒面，嚯，来把孜然，什么都往里倒，卷完抽啊，啊，挺好，口重就是啊。嗨、哎，抽了一个多月，站在厕所，小孩过来都问他，嗯、啊，爷爷还有大腰子吗？好嘛，烤羊肉串儿呢这，人这味儿不老对，那是不对，抽这个，后来于谦上四川演出去，啊，当地抽水烟。啊，那大桶子，大竹桶子，对对对，这越长越好，过滤的好，是是，里边装水，这儿一抽，咕噜噜噜，咕噜噜噜噜，对，这尼古丁全过滤到水里边了，哎，他爸爸抽这不过瘾啊，咕噜噜咕噜噜噜噜，抽完了把丝儿拔了，噔噔噔噔啊，喝那水啊，痛快啊，他痛快，这才过瘾，好喝是吧，是吧？后来又好闻鼻烟，鼻烟也好，鼻烟粉末状的，是不是？老北京好这个啊，对，现如今不多见了，是，就是大石料天会斋还有卖，只有这么一家了。饿他吧，一去把脑袋搁在柜台上，嗯，老贾一个鼻子眼来二斤，嚯、哦，这么闻呐，喝一喝能抽，一天到晚的喝竹筒子，嗯，抽烟袋，呵，抽烟叶，啊、嗯，闻鼻烟，不干别的了，人都弄得齁瘦齁瘦的，嗯，坐在街上靠着墙角抽，嗯，街坊都吓坏了。赶紧报警啊！啊，这有一自焚的啊！嚯，呕烟的这警察来看看，您、嗯、什么眼神？哪是自焚的？就是腊肉，腊肉，抽成什么模样了？好这个、啊，这个还都好哦，千千万万可别是沾上这嫖。哦，嫖不好。有这么句话呀，劝嫖不劝赌。嗯，这个字很厉害，《论语》上曾经说过。又《论语》？君子好色，取之有道。嗨。论语逮什么说什么，条门深似海，一去进不来，这都是论语说的。您就别说这论语了，谁好这个啊？于谦不好这，于谦的父亲也不好这，我们都没这爱。于谦的父亲好这，于谦父亲的哥哥好这。于谦，于谦，你们家，你大爷吧，你大爷，大爷，你大爷。怎么说话呢？这是，哎，这没有啊，这个，我是说你父亲的哥哥，你大爷吗？对吧？您骂人，你怎么了？您说这人是是，对啊，是啊，是啊，谁呀、啊？您看，对啊，什么您就对啊？您这说说骂人还对呢？你看我说这人呢、啊，你小心眼儿，你看见吗？不是小心眼儿，我不知道这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。怎么？我就给大伙介绍介绍他大爷怎么成一个嫖客的，知道吗？哎。不是您可别说这个，好意，不是您什么好意啊？真事儿，您这可不成。怎么了？我这刚才都说我们家这抽烟喝酒的都没关系，您说这我们家人可没这毛病。不是，你看您，不是咱说，可是说您，咱先说头了。个性是？不是个性，您这说这没眼儿，怨我没说头里边。不是我们家人别的意思，我是好意，好意也不成。您说这我不爱听，咱光露脸吗？嗯，这露什么脸呢？急了急了，不是急啊，您这说别的都可以，都是小毛病，这可是大毛病。你这别急是白脸，我们家人没这毛病。您那说什么都我错了行吗？别闹，别喊，别喊人笑。不是谁笑话您，我错了，你打我行吗？啊，我干嘛打？我犯不上，你别解解恨呢。你骂我，你骂我，我不会骂人。您就我就说你催我，你催我行吗？你催我两口，你解恨，催会吗？我干嘛催你？呸！你解解恨，你解解恨，你解解恨，这是啊？行，这回我解什么恨了？这回该你了，来吧，这回该你了。我干嘛呀？我不是你这你不依不饶的，怎么了？这是不是不依不饶？这事儿是不是没法不罚我行吗？啊，这罚你什么？我错了，干嘛呀？罚我钱是吧？哎，乐了啊！这
知道吗？不是，罚我，罚我，行吗？你就得了，甭罚您了，拿走，赶快的，走去买套房去，去，对吗？干嘛挤的谁呢？对吗？拿走谁呢？我不在乎钱，我说实在的，我也不在乎。您说这干嘛呀？不拿这当回事儿，不就五块钱吗？埋死你，埋死你啊！就是你埋死谁呀？钱不是没有，说两句，不见得拿走，十块钱不行，罚我，罚我，罚我吧，罚我，罚我吧，我错了行吗？干嘛呀？我错，罚我得了啊！钱嘛，我错了，你看罚我，那钱的事儿这有什么呀？啊，合适吗？咱就这说事儿，你那这事没意思，那个没意思，干嘛罚我？罚我，拿着你罚我，干嘛罚我？你看罚我吧，多少钱？十块啊，找你这五块，您那哪儿啊？哎、您骂我一句，还拿走我五块钱。什么人性这是？小心眼儿知道吗？小心眼儿就得了，谁甭罚谁了啊？谁甭罚啊？他大爷确实这么着说，还来呀、啊？不是您听半天了，你不说完这多别扭，听吗？这叫起哄啊！观众永远是正确的。把这事儿搁徐德亮身上怎么样？他是你大爷，没听说过。您说他得了，甭说我。这个事儿是真事儿啊，还真事儿呢。他伯父确实是好人，老爷子热心肠，这话行，特别好啊。他当年出过国，大生意人，哦，都跨国了，哎，有生意，哦，在国外没事外边花钱去，那那回上新加坡嘛，哦，出点笑话，出点事儿，怎么了？上新加坡吃饱了没事儿，上哪儿玩去呢？当地人告诉他，上哪儿？亚龙湾。好地方，红灯区啊！啊，大爷挺高兴啊！嗯，太好了，我终于找到这儿了，就奔这儿去的。我去参观学习吧，啊，嗯，一瞧啊，街两边站着都是大姑娘小媳妇，好看着呢。哦，啊，坐下还问了，哪儿的？嗯，你哪儿的？哪儿的？我北京的。北京。嗯，我还沧州的。准地方呢，说瞎话，嗯，瞎话，小中国话不利索，不去了，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，转来转去，嗯，哎，瞧着前面有一大宅子，大院子，当地红灯区，政府允许的，哦，你大爷去了，碰见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，在当地很有名啊，是叫艾艾苏，嚯，嗯，你一挨着她你就酥了，那、啊、就这么漂亮，好看，嗯，你大爷乐了。把买卖都挪到那儿做去了，好嘛，把自个儿的钱都汇到人家妓院的账户了。哦，天天挺跟着高兴吧？嗯，过了没些日子，钱都花干净了，那都造了吗？回国都回不来了，没钱了，走不了了。嗯，这艾苏还不错啊、哦，你也别走了。不是，不是，怎么这味儿的艾苏？学大爷，学大爷，不像普通话吧？哎，这您就说别走了。哎，你住在这儿啊？嗯，在我们这儿干点别的活，扫个地，倒个水，不也好啊？打零工就是，我给起个艺名吧。还有艺名，挨着我最近，嗯，大了苏，大了苏啊，大了苏，哦，挺好，啊好，跟这儿天天干活，嗯，哎，这天又来一客人，哦，你二大爷，我这俩大爷全干这个啊，二大爷去了，嗯，有钱，哦，高兴啊，一进门把支票拍桌子上了，嗯，坐这儿不走了，带钱来啊，尤其瞧瞧艾苏高兴，嗯，做首诗吧。哦，还写诗？哎，倾国倾城世间无。好，艾苏说了，嗯，美人还需贵人扶。会说话啊！你二大爷又说了，嗯，万两黄金中何用？哦，你大爷说了，嗯，明年一对大了苏。全这样了。你翻个老于家那家谱，有这段事儿啊？哪儿啊？甭翻了，没这段事儿啊。嗯，这个你可注意了，色子头上一把刀，忍得过去是英豪。哦，千千万万别因为一个色子把自己害。对，是不是？别沾着，绝不能沾。哎，这个跟吃是两回事。吃，你看吃喝嫖赌抽，这吃算一个字，但吃是最简单的。啊，吃点喝点，人不能不吃饭。对，《论语》上说过啊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这《论语》逮什么说什么，知道吗？啊，吃是分怎么吃，嗯，不能胡吃，哎，那对，不能乱吃啊，也不能舍不得吃。哦，还有舍不得吃的，您他就是，他就是啊，打我认识他身上就带十块钱，知道吗？
家一个没跑了，知道吗？请客的时候，一般来说都是请人吃早点，早点便宜啊，要一碗炒肝，俩人吃，请客，俩人吃一碗炒肝。啊、今天中午来饿了，门口摊套煎饼、一边吃一边哭，哭什么？这得多得吃饱了，这是。嗨，好，舍不得吃。这点来说，你三大爷不错。我哪儿那么些大爷呀、啊、我？哎，我也纳闷啊。纳闷了，您就说吧。那个老爷子会吃，嗯，也舍得吃啊。哦，山珍海味，什么叫时兴的海鲜？嗯，只要一下来就吃，哦，对身体有好处。汤汤汤汤汤汤，啊，准给吃了它补。而且为了有助消化，吃完之后一会儿还倒上来再嚼一遍。这个养生之道，我三大爷牲口啊，啊，是吗？您说这倒教的是吗？什么事嘛？你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什么事？您还没定死呢，是吧？注意消化。我问问他，啊，我说外边人都卖那个营养品，鳖精什么的，您来一盒啊？不喝那个？哦，不喝这个，不管用，骗人。不信这，知道吗？做鳖精的那个，买一个王子熬汤，嗯，熬完之后兑水装瓶卖，啊，干七年了，一个王子没用了。嚯、啊，纯粹骗人！我不吃那个，啊，于谦他爸爸就干这个，知道吗？好嘛，我不喝那个啊。啊，我得吃点独特的东西啊！吃什么？我说老爷子交给我了。哦，我给您找点独特的东西。嗯，吃完之后保证您身体好。您得找东西去。我认识保定的朋友。哦，这老头炖点驴鞭，吃吧，那倒是补。老头吃完了，嗯，精神焕发呀。哦，怎么样您？我告诉你说实话，哎，这会儿别看我七十了，找一公司，我说当经理我都能顶起来。我精神头来了，可以呀。啊，我又找朋友炖了一盆牛鞭。吃这个，老是生病去。嗯，我这回我能当总经理，嚯，不服行吗？啊啊啊！上纯哥给弄点路边来，你看这个，老头吃完高兴了。哦，我能当总理，哼，了不得了！上东北弄点虎鞭炖完了吃、啊，这怎么样？总理，总理都不干了，干什么？我想当流氓。嗨、没地方撒这火去了。大家啊，这几样啊。在吃喝抽上能节制哦，还有一个天天注意别沾什么呀？赌哦，这玩牌，这玩牌最害人了，是啊，对，而且来说《论语》上不有这句话啊？是不是什么呀？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没有啊，没有，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你糊涂，下笔，下笔，咱不下笔谁跟你玩啊？花呢是怎么着？这《论语》上都有，《论语》上还有扎金花，都有啊。有的人指着吃，还有靠这吃饭。哎，上谁家玩牌去？不上班，上谁家玩牌就算好了。今儿我能挣多少钱？嚯，拿当买卖干，那么有把握？哎，一进门前后院都看得了。嗯，哦，这儿有墙头，登到墙头上去，这儿我能出去通小马路。哦，进屋里一看，这儿一窗户，这儿一后窗户。嗯，四方桌子人都齐了，找。嗯，靠窗户这地儿，哦，这儿一拐，钱都扔桌子上了。哦，一会儿咣咣咣一砸门，警察来了，抓赌。他一伸手把灯关了，嗯，把钱糊了怀里边，推开后窗户跳出去，翻墙头回家了。好了，耍钱的贼就是，这指着这挣钱。哦哦，他四大爷就不行。我四大爷又怎么了？他好玩钱，但是笨。没有这么笨的，不灵。哎，上谁家去玩还爱玩这个？哦，哪有台球准确？是啊，一进门我上炕，我上炕里头坐着去吧。啊，还炕里头？我倚着那被窝坐啊，舒服。我这大皮鞋新买的，80多。嗯嗯，我搁哪儿？搁哪儿？我家搁柜门里。你坐柜里，坐上。哎，把钥匙给他，让他拿着。好嘛，他心细啊。一会儿功夫，警察来了，呼啦全跑了。啊，就剩他一人坐炕上望天儿啊。好嘛，你干嘛呢？啊，花钱呢。人呢？都跑了。是啊，你怎么着？嗯，我跟你走吧。走啊，走不了。怎么？鞋还锁着呢。嗨，没这么笨的了。在过去来说，耍钱无处不在，都耍。最简单，早晨起来连卖早点的都带赌。这早点卖怎么赌啊？带抽签的，挎一篮子肥肉鸭、烧饼果子呀，哦，哎，都准备好了。
腿麻花啊，嗯嗯，手里拿这么一个竹筒子这么高，是里边装的竹签子，嗯，刻的排酒的点儿，你抽吧，一毛钱抽一把，哦，一抽啊抽三根，啊，三根的点儿搁了一块超过13，你算赢了，这就赢了呢，哎，赢了之后能白拿一套，比如烧饼果子白拿一套，白吃，哎，要说是14、15、16，这是拿双份儿，干嘛？三个幺带4、5、6带顺儿，哦，这就是顺子，顺子这能拿两套，哦，哎，早上起来就是这个，不是先反过来，啪啪啪一抽，嗯，每把都灵，你瞧瞧，每把都赢双份儿，大牌，抽签汗就下来了，那可不是，这一篮子都给人家都不够啊，有好心人，嗯，家里多少口人呢？家里不是4口人，指着我一个人，哦，行了。拿一套，嗯，我先吃着吧，嗯，赢那些个你都存起来，嗯，以后碰面再吃吧。好心眼，这是好人，对对对，就怕碰见你大爷这样，要亲命的。早上起来跟街上等着，嗯，抽签了还没过来呢，指着这个呢还没来呢啊，嗯，昨儿就没来，饿我一天啊，好嘛，不赌不吃饭，等着吧，一会儿过来，哎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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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多少钱一把？哦，一毛钱一把。一毛一把是吧？嗯，是了，巧了，给多少？嗯，给两份。行嘞，一伸手先抓起到烧饼果子。嗯，这烧饼几两啊？先看大小，2两。嗯，2两，太小。嗯，我们这儿都8斤烧饼。